在今晚成为26亿的大富翁，人人都有机会。这是连续已经杠估39期的威力彩头奖的奖金，上看有26亿，史上第二高。那么就在今晚，很多人集资来包牌。一出手就是20张，因为威力彩连杠39期，史上最长，头彩上看26亿，史上第二高的彩金，也让彩迷们个个摩拳擦掌。平常很少买，今天买最多了，1000块，800，转做不要年了，包牌，对，包牌。抢当亿万富翁，不少人干脆打团体战集资包牌。彩券行老板说，光业绩就比上礼拜高出20%。热门数字，彩迷参考的都是这几期常开的号码，像31。这6期里面就有开出3次3厘，啊，17也有开过2次，啊，这个叫比较属于比较热门的号码。中头奖啊，当然先去环游世界啊。那星星会中奖？可能不。好像比被闪电打中还难吧。人人有信心，个个没把握，好几期没人拿的高额奖金不止威力彩，大富彩从发行到现在头奖从没开出过，已经连杠41期，刷新台彩史上纪录，4.8亿的诱人奖金让不少人都怀抱发财梦。本新闻张耀福林林台北报道。